大家好，今天来这边小河里钓鱼了，发现这里有一堆沙子堵住了路，前面在修桥啊。刚刚我单独的跑过去看了一下，还可以，也流着水呢，有好多小鱼。现在拿着包过去看看吧。都是这石头啊，这里修桥啊。刚刚单独的过去看了一下，然后那个地方有点流水。就看到上面有好多那个鱼啊，一群很小的鱼，过去看一看啊。这面有点流水啊，然后就在这个流水口这儿啊，我刚刚下去的时候，上面一群的小白鳅，可能如果弄个手抛网的话，估计一次能干个一两百条小鱼。现在我就过去弄点辣饵，看能不能拉点大一点的白鳅啊。中了，可以啊，抛了个蚯蚓啊，不然的话，用拉饵根本就钓不到底。中，又中了，哇，这条可以。哎呀，看来这个流水处还最行。后来蚯蚓开的连杆啊，都是这鲫鱼。这条还小一点，直接放了吧，小的。